女神金智媛近期展开出道14年以来的首次粉丝见面会，6月22、23号一连两天从首尔展开跑。为了配合活动主题，金智媛开场就带来唱跳舞台，穿着白衬衫打领带表演 2PM 经典曲《My House》，甩翻全场。欧尼不止又唱又跳，连 rap 都难不倒他，好几次还忍不住露出超害羞小表情，大家看完后是不是都想被带回家啦？女神除了在活动上展现各种不同面貌和粉丝交流互动外，还特别唱了一小段泪之女王 OST。 아닌 척 뒤돌아서 봐도 쏟아지는 눈물을 감춰도 而自从开通 Instagram 8年以来，一直用着同张大头贴的欧尼，这回干脆找了3张照片，让现场粉丝帮他选新头贴。没想到最高票的竟然是3号，让粉丝们超好奇他会不会真的换呢？行程满档的金智媛在结束2天的见面会后，特别飞来台湾参加25日的品牌活动。尽管天气炎热，不少粉丝人一大早就到现场卡位，逐渐女神的高人气。而她也将在7月21号来台举办见面会，实在太让人期待啦！